最后一个问题啊，在现实的生活当中，如果遇到真正的被误解、不被误会，那么是否是前世的因果所决定的呢？那么是否可以适当的澄清和解释呢？适当的澄清和解释是可以的，误解也是一种因果，解释也是一种种因得果的事情。有些事情可以解释，有些事情不要解释。 如果你觉得一定要解释的事情，你先慢一点解释，等到一个月之后或者一个星期之后，很多问题可能你认为我已经没有必要解释了。这就是智慧。好，感恩师父慈悲开始，祝愿师父法体安康，弘法顺利，谢谢。